精湛的歌唱实力，没想到近日到香港举行演出时，竟有观众因为他飙高音震碎了肾结石。一名粉丝发文透露，男友在体检时发现了体内有肾结石，不过情况不严重，也不影响日常生活。然而他和男友一起观看华晨宇的香港演唱会时，男友看到一半突然惊喜表示肾结石好像被震碎了。起初该名粉丝并不相信，不过回到饭店后，男友真的拍出了黄色颗粒物，让他不禁赞叹华晨宇是华佗在世吗？不过他也在留言区解释道，可能当天华晨宇的演出让男友心情很亢奋，加上喝了很多水，在现场蹦蹦跳跳，结合各种因素才成功排出结石。提醒大家身体不舒服还是要就医。据路媒报道，泌尿科医师指出，虽然声波可以对结石产生物理作用，但普通的声波无法震碎结石，演唱会音响传出的高频率声波震碎结石的几率也非常低，认为类似情况是存在的，但大多属于偶然。